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五通陰謀論的第二集，也是這個假貨幣的下集的。上一集就講到這個1979年11月爆發這個伊朗人質危機的，是改變了長期黃金的價格的。美聯儲更加宣布將伊朗在美國的黃金的儲備呢，令到個儲備嘅，咁啊令到咧好多國家咧都直接啊紛紛咁去購買啊黃金，直接運翻去本國嘅，咁存喺儲備啦，作為儲備。除咗伊朗之外咧，甚至乎啊連伊拉克咧都加入呢個超級購買團嘅。金價咧於是啊終於飆升啦，美元當然要貶值啦。美國咧最後咧就採用咗個方法去挽救咧美國經濟嘅，於是咧就恢復咗咧金本位啦。1981年1月咧，雷根咧就上任啦，就要求咧國會咧就成立咗呢個黃金委員會嘅 Gold Mission 嘅，咁研究咧恢復黃金個金本位咧個可能性嘅。由於咧呢一個舉動咧就觸怒咗啊國際銀行家咧嗰條神經啊！咁喺1981年咧3月30日，亦即係咧係兩個月後咧入主咗白宮咧，係幾乎只係得69日啫，就已經咧俾一位叫做咧辛克利咧追星族咧一個人咧就一槍打中咗嘅，個子彈咧距離嘅心臟咧只係相距1 mm 啫。咁報章咧點樣報導咧，就話只係呢個人呢位追星嘅人士為咗咧吸引啊影星咧朱蒂福斯特咧嘅注意力。咁同樣啦，大部分嘅美國報紙咧都會講話就係、是、啊呢、這個刺殺美國總統呢位啦，嘗試刺殺美國總統呢位兇手咧都係有精神問題嘅。從此咧亦都唔會再有。藉住呢件事件之後，從此不會再有任何一個美國的總統咧夠膽恢復呢個金本位呢一個行動嘅。當站穩咗控制世界貨幣個發行權咧，金融戰略制度高咗啦，國際銀行家咧就喺70年代咧就開始發功啦，發出一系列鞏固美元信心、肢解咧發展中國家同埋打壓咧一啲競爭對手嘅貨幣戰爭嘅，其中咧個目的咧就係將世界經濟咧就有效咁去控制咁去解體嘅，為咗完成咧一個倫敦嘅華爾茲嘅軸心嘅控制啦，世界政府啦、世界貨幣啦同埋世界税收的，去訂定了那個基礎的。國際銀行家呢是一個超級特殊的利益集團的，他們呢是不會效忠於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政府的，相反地呢他們呢只會效忠和控制呢所有的國家和政府的，他們一定就在歷史裏面的階層裏面是可以利用控制美國的權力，但是當他們準備了工作就取之後就可以隨時攻擊美元，從而製造世界範圍裏面的。1929年他們分別就製造了很多不同的經濟危機，甚至乎嚴重的危機，促使到促使和威逼各個政府放棄他們更多的自主權和實施的領域的貨幣和區域政府的制度。他們可能採用不同的戰爭策略，就好像打擊日本的政策一樣，大同小異的，甚至是製造中國的超級資本泡沫。中國的經濟在他們的幫助下
將會有幾年的極度繁旺時期，類似是1985年至1990年代 的日本將國際和國內的資本資金嚇走了，四處地去散曬嘅，最後再以跳樓式的收購價咧，將佢嘅核心資產就收翻嘅，並喺中國咧就進行徹底嘅解體嘅，成功咧咁去統一世界過程最困難嘅一步嘅，就係呢一個部分。1973年啦，中東戰爭啦，美元咧反擊戰。呢、这個拉的拉美啦，同埋東南亞嘅唔同嘅國家咧，已經經歷咗咧過度嘅貸款。一旦咧石油價格咧狂升嘅話咧，美國就順勢咧可以大幅咁去調高個利率啦。做咗呢個經濟動決定之後咧，就可以令到資源咧豐富咗，資源豐富嘅國家咧將成為另一群咧羔羊咧。就等待去剪呢個剪羊毛嘅，而實際上咧，策劃呢個咁嘅計劃咧，最精心嘅步驟咧就係嫁禍於人嘅，挑動埃及啦同埋敍利亞咧進行咧進攻呢個以色攻擊呢個以色列啦，美國咧再公開支持咧以色列咧去激怒咧呢個阿拉伯人嘅，最後咧就導致到咧阿拉伯。國家一怒之下咧，就對西方實施咧呢個禁油，咁就因為禁油啊，咁石油價格咧就必定一飛沖天啦。而全世界咧個怒氣咧，全球都會咧發泄喺咧呢個阿拉伯國家身上嘅。國際銀行家咧，一方面咧，一面咧就喺度清算緊咧石油以美元嘅回流嘅錢啦，所收翻嚟嘅錢啦。咁另一方面咧，又托高嘅美元喎，重奪咧金融戰場嘅主動權嘅。喺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喺拉丁美洲嗰度咧，同埋印尼呢啲國家裏邊，又可以再一次進行呢個剪羊毛嘅。喺歷史上咧，可以睇到咧，國際銀行家咧，屢次咧咁嘅出手咧，都好聰明咁去演繹嘅。一次只要策劃一次重大嘅戰爭。個行動必定是一石三鳥的個組合拳咁嘅打法。世界貨幣咧，於是咧就進入了由石油本位的時代。1974年1月石油價格果然係上漲近400% 嘅。1974年咧，尼克遜時期嗰時咧，由於尼克遜啊喺唔知情嘅底下咧，竟然咧就向美國嘅財務部咧。向呢個 OPEC 咧就施壓嘅，就話要托高嘅油價，政府咧就令到咧呢個油價回落咧，以致到咧石油同美元咧都回流嘅，持續石油價咧暴漲400% 之後咧，就對咧一啲主要能源國家嘅經濟咧就造成咧好大嘅衝擊嘅，對大部分咧缺乏石油資源經濟體系的國家就突然會碰出一個出乎意料啊，同埋咧難以支付的嗰400% 嘅進口能源成本啊，從而使到咧農業咧就以致到咧呢個石油提煉出嚟所造成的化肥咧個成本都會大大咁上升嘅。1974年嘅蘇丹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非洲和拉丁美洲一個國家接著一個都是面臨出現這個貿易赤字的。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1974年那些 developing countries 的貿易赤字是達到350億的美元，當年已經是一個屬於一個天文數字了。更加上那麼啱咁巧合地啦，呢個數字咧就正正咧就係1973年石油上升嘅4倍嘅比例嚟嘅。咁換言之咧，如果你話佢係陰謀論嘅話咧，其實喺呢方面又似乎真係有佢嘅可信程度嘅。喺貿易嘅萎縮底下咧，佢嘅嚴重嘅
嗰個程度咧，僅次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嘅結束嘅。咁如果要喺好短時期之內咧，要將個工業喺所有個行頭裏邊嘅工業咧調到咧42% 咧，就好似如咧呢個Iron Lady 咧，即係 Margaret Thatcher 喺國內咧就希望，大家記得上一集我哋講過啦 ，Margaret Thatcher 當任之後咧，佢將個利息咧，英國嘅利息咧係調高咗嘅，咁佢為就希望將呢個 inflation 去激走嘅，咁但係咧，由於呢一樣嘢咧，相反地咧就啱啱咧就令到咧個銀行家咧，佢哋呢班人咧就係喺度讚歎不絕嘅，因為佢哋就可以利用呢個機會咁去又去執一筆大筆錢嘅啦。咁呢個時候裏邊咧，就會令到咧，戴翠爾夫人咧，就令到咧佢個國家裏邊英國啦，裏邊個行業咧，裏邊不論係各行各業工業啦，個借貸成本咧都調到咧去42% 嘅，同喺和平嘅工業時代發展中國家可比咧，係可以話係史無前例嘅。雖然佢有 Iron Lady 之稱啊，但係咧反通脹下咧，經濟咧陷入大衰退。英國人民和商家都是受盡呢個創傷嘅，美英嘅 banker 咧就喺度發大財啦。另一個重點啊，就係世界咧全球環保銀行咧就要竟然咧想要啊入侵啊地球上30% 嘅陸地嘅，聽落去都好恐怖啊！呢一點咧就要喺歷史嘅角度裏邊可以去先至可以睇得出嚟嘅。在近住咧紐約咧哈德遜城咧，當年咧喺冷戰期間裏邊咧，為咗咧防護咧呢個蘇聯嘅核武咧嘅攻擊，而去建立咗一個好巨型嘅地下設施嘅，幾百間咧美國最大嘅公司咧嘅總部都係建設喺個當地嘅，喺嗰度設咗 office 啦。一旦咧如果核戰爆發嘅話咧，嗰笪地方咧就將會成為呢個商用運作中心嘅。呢個神秘組織咧係花咗咧2.5年嘅時間咧去研究美國應該點樣樣去應付萬一呢個世界真係永久性咁嘅和平。呢一點咧，其實我哋喺另一本書咧裏邊都可以睇到嘅。嗰本書嘅名咧叫《Reports from Iron Mountain》，而正正係因為呢本書咧，亦都揭發咗咧。亦都係引證咗咧呢個陰謀嘅。如果冇戰爭嘅話咧，政府統治人民咧係好難可以合法性咁去出現咗有問題嘅。戰爭可能係成為咧保持社會組織結構咧個政治穩定嘅因素嚟嘅。咁簡單嚟講就話，對佢哋嚟講，越多戰爭，社會就越穩定；對佢哋嚟講，就越容易控制佢哋嘅經濟。美國是需要找到一個呢能夠可以代替戰爭的新的方案，從而呢很謹慎地去研究了三個方法出來。他們就在經濟上必須要是浪費，每年還一定要消耗到 GDP 10% 的一種呢戰爭的危機呢，可以類似呢大型的威脅的，說得直接一點就經常一直做一種假象，會譬如有啲生化危機戰啊，或者唔同嘅戰，就造成一種為人帶來一種恐慌，而利用呢種恐慌咧，去可以達到佢哋嘅目的嘅，提供人民強迫性嘅服務性啦，服務咁去為政府好符合邏輯嘅理由而去服務嘅，就簡單嚟講就話佢會用唔同嘅方法，例如話你已經係買咗好多債券啦，或者你係要做好多嘢令到呢個金融啦個市場穩定，而係透過嗰個方法嘅。咁其他嗰啲咧，譬如話我哋喺呢本書裏邊咧，其實阿 Kim 都有睇開一啲，有啲嘢佢都講得非常之好嘅。嗱，例如佢講到上一集我哋講咧嗰本書啦，貨幣戰爭嘅，咁係由呢個宋鴻兵所著嘅啦。中國人所寫的一本陰謀論書，它裡面就講到了，最後大家呢如果想到呢環保污染呢，它在相當的程度上是一個事實，具備可信程度，在對環境污染宣傳上下的功夫呢足以呢
達到核戰爭之後的世界末日，恐怖程度不斷地污染環境，的確呢在經濟上是非常浪費的。這個就是正如剛才所說的 10%， 人民忍耐呢高稅收和降低生活質量，接受政府的干擾，私人的生活，為了呢是拯救地球，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就等於現在所謂有很多人會用說人口不斷地持續啦，咁 population 呢個 increase 啦，就令到我哋話好多時全球污染啊，要徵收呢個膠袋税啊，或者要有啲個排污費啊，各種嘅理由。其實呢個亦都係正亦都係喺呢班人幕後所操縱嘅。佢亦都講過，因為新嘅資產咧、資金咧係必須要籌起嚟咧，去擴大環境保護嘅活動範圍裏邊，我哋應該創造咗一種新嘅銀行模式嘅。去將呢個環境咧管理國際聯助同埋呢個接受國嘅資源管理需要加以整合。喺呢度咧，唔知道大家聽完呢度會有啲咩聯想咧？對阿 Kim 嚟講咧，如果從今日嘅陰謀論嘅角度去睇咧，我就會諗到就話，將來呢啲人會唔會呢一小撮人會唔會會藉住保護環境、徵收唔同嘅税項，或者要去停止人哋去砍伐啲樹木啊，或者用唔同嘅嘢去用啲錢去資助一啲第三發展中嘅國家，而利用環境保護呢個藉口去壟斷唔同嘅嘢，其實有一部分已經係早20年前已經開始發生緊嘅啦。咁究竟呢一樣嘢又可唔可以證明到呢一本書其實有一部分講嘅嘢已經唔係一個陰謀論？咁佢中間亦都介紹咗好多啦，去又因為要保護環境啦，所以佢就介紹咗好多。銷售世界環境保護銀行的金融方針，例如借錢給一些第三發展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去怎樣去保護他們的環境，這也是一個新的藉口來的。世界環保銀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債務替換自然資源的 Debts for the Natural Swap 的，他就是這樣說的。那銀行家呢，他們的圈出呢就在發展中國家裡面呢就搞一些生態土地啦。那當這個債務危機一旦爆發呢，國際銀行家呢就很容易將他們清盤的，那造成現在很多國家呢，很多第三發展國家甚至乎一些發展了的國家，例如希臘啊，很多不同的國家呢都會在這裡有這個面臨這個國家破產的危機，或者大集團的清盤，甚至乎用這個呢，我們講到甚至乎這本書裡面更加提到亞馬遜地區已經不再是為巴西所擁有的，因為它已經作為一個抵押的風水寶地。金融核彈呢就是以目標就是以這個東京洋，日本在國際上呢已經是積累了巨大的財富，而美國呢就欠下了空前所未有的債務，大家都知道現在根本上美國這個買債券其實已經好像印公仔紙那樣印的。雷根總統所追求的軍事上的優勢呢只是一種幻想來的，他以為喪失了我們世界經濟上所放貸的地位為代價，儘管日本企業呢繼續躲在美國陰影裏面悄悄地去發展壯大，事實上日本已經是為世界銀行、世界級的銀行，日本的崛起呢就正成為世界金融強權，其實是令到一件令人很不安的事件的。在日本呢金融泡沫之後，流於泡沫，金融發達之後，後來呢一跌咗落嚟之後一路起唔到咧，但係大家有冇忽略過一點，就係話日本依然咧仲係呢三邊委員會裏邊咧仲係一個好強嘅其中一個 parties 嚟嘅。日本喺戰爭之後咧就仿效咧西方咧產品設計起家咧，從而咧就降低咧佢嘅成本嘅，最後就反過來咧就令
就佔領了歐洲的市場的歐美的市場的。日本在二十世紀幾咧六十年代嗰陣時開始咧，就係汽車工業咧，同埋工機器啊嘅機械工程啊、機械人嗰度咧，就將佢個誤差工業嘅誤差率咧就降到咧幾乎零嘅。七十年代咧由石油危機咧就使到咧美國咧生產咧嗰個油嗰個消耗量咧係降低到咧降低過美國係好多嘅。甚至乎咧，係出現咗有新力啦，即係 Sony 啊、有立牌啊、東芝啊呢一大班、呢一大批嘅電子企業嘅嗰個創造模式啦。喺三兩下手勢底下咧，就已經將呢個咧幾乎所有電子嘅體系啊、電腦嘅體系裏邊咧都完全壟斷曬嘅。日本做嘅嘢咧，甚至乎達到咧可以達到咧美國嘅晶片啦、核彈啦，同埋佢嗰個精准度咧，已經咧幾乎咧可以收購咗咧美國嘅 IBM 嘅，終於咧就令美國人咧擔心咧，日本有一日咧係會咧搶走自己嘅飯碗。金融嘅病毒咧就係一個幾乎咧係冇管限嘅，亦都好秘密咁樣去移交嘅，喺一個地下市場上咧係一片繁榮。丹麥咧王國王咧曾經咧。是利用過咧，係借佢嗰個個利用，係曾經係俾呢個 Goldman Sachs 咧，係借佢嗰個信譽啊，係作為咧呢個期指咧期貨權咧發售，愛嚟做呢個推廣嘅。1990年代開始咧，日本經濟咧就陷入咧長達咧十幾年嘅一個衰退嘅，日本股市咧簡直係暴跌啦，七成。房產是連續啊14年咁下跌嘅。金融戰敗一書裏邊咧，個作者咧吉川元忠咧，亦都承認啊財富損失咧個比例咧係由日本嘅1990年敗戰之後嘅後果，幾乎就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結束之後係相同嘅。咁呢一小撮人咧，其實為咗咧去推動咧。美國製造一個完美的世界統一的理想，所以索羅斯亦都有簽滅、有簽人之國、不用流血這個超高的手段，這個亦都是他最厲害的一件事。他亦都說過，要簽滅一個國家，首先就一定要亂其心，才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咁我哋睇到當時咧，當東歐咧同埋前蘇聯咧有效咁去控制地，咁去瓦解咧戰略性咧，其實係有一個老歐洲嘅核心開始嘅。德國同埋法國咧就變得好不安嘅，當時立即咧就想另起爐灶，所以於是就搞咗一個叫歐羅啦，就同咧英美國家咧佢金融咧嚟去抗衡嘅。他们知道欧元一旦建起了之后，他就会成为一个霸主，那就可以跟伦敦那个华尔街轴心去对抗的。黄金根本位接位的时候，布林顿体系改革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个赤字，国家必定是流失真正的财富，是基于这个经济紧缩和衰退的。消費的出現這個萎縮，當人開始儲錢，銀行的資本也開始增加了，那個生產的規模擴大了，貿易就出現了這個順差，社會呢總財富就加起上來呢，就成為一個自然地去控制1971年以前呢全部的人類社會反覆的實現的過程。金融衍生工具咧，其實根本上就唔存在任何條件嘅，只係一個利用可以被利用嘅一個手段、一個工具。國際貿易單位咧就自然大亂啦。如果可以咁嘅話，喺經過咧人造嘅石油危機啦，由1997年以嚟嘅超高嘅利率，美元逐步咧咁啊企穩佢嘅陣腳嘅，其中操控完全。
是可以咁去掌握倫敦咧華爾街咧個軸心嘅手上咧，令到咧所有啲貨幣咧都可以咧，好似坐過山車咁嘅歐洲國家裏邊咧，自動咁去穿梭嘅。喺英國咧，一方面咧就要反對德國咧另起爐灶，努力咁去咧傳佢嘅努力咧係完全失敗嘅，拒絕加入咧歐羅嘅。但是再看回近期危機的弧形帶，還有再看回去之前這個放出伊斯蘭激進分子令到東歐石油危機牽動了那個區域裡面的餘波，令到蘇聯的南部穆斯林地區他計劃了去攻擊歐洲，以至到今天我們所謂的 IS 激進分子，我們都可以細心一想一想，其實是否都是由這班一小撮人的人精心部署的策劃。